今天小江买了这个牛筒骨啊，然后今天晚上弄火锅吃。准备下锅了，这个已经焯过一次水了。好香啊，看那个香料。这桶一点80块钱，别弄饱烫哦。这个都炖趴了，看到没？这个牛骨头，这个汤都快弄干了。然后这里是炒了这个三个鸡蛋，还有就是一点那个脖子热炒白菜，开始吃饭。吃饭了，今天也是用这个鼎罐煮饭，最近都爱上吃这个鼎罐饭，好香。要多先少吧，啊，吃完再咬。吃饭吧。再吃。完你了，完你了，这没有都没接，他没有直接，这没有轰轰哈，好的。他没有用你那一两个咬那个灵魂之链，这两个那边咬一两个灵魂的。好的，就把子拿来了，这个好的把子拿来了。这个很大，反正一站跌五万，差不多跌五万，你说。拿进来一罐噻，现在我要去给搞平复了，要不哦？拿进门嘛，反正我也结账了，干嘛？中间那边给我们不要，那时候啊，那中间那边啥子给我们先，那一共产党西部，那得正常给我们呀，然后怎么样？哪里有啊？我吃饭。哦，这两个，那你做啊？干嘛还在里头？不会。你问他。是吧？我用早上起床本来，通宵啊，是吧？是吧？我还要给你，不用通宵呗。这你点就烂了。你在那边，我能搞这个手机呗？搞什么？搞什么？几号的？啊？五号。快出来！哎，出国。一号。啊？一号。一号。我等一下也给他拿走，还有什么？等一下，啊！那是，我这个，好大是吧？你说，你说你没有你弄一下。